九日下午，李善金出席某品牌的签名会，活动会场在热闹的百货公司里举行。但李善金一现身，就吸引许多群众驻足观看。这天，他穿着蓝色花洋装，配上紫色高跟鞋，王气公主头，非常有气质。现场也当场签名给大家拍照，优雅的样貌让镁光灯闪个不停。